是真的假的啊？当然嘛真的，我假巴肚痛什么意义啊？啊！而且我巴肚这么痛，我是当走去对啊？你让我去变瘦啦！啊！哎，你这人真正是冷血动物呢！我跟你讲哦，我是凡人，我嘛是有人权的哦。你若是让我放在家，我绝对告你更加死哦！啊啊！巴肚都痛啊，我怎么动不掉啊？哈利路亚，我真是该打了。莫妮卡，我叫你好稳，但你叫多丢力。你妈会来哦！你若是敢亏钱，我就掠我这个地府啊，跟我做伙死！莫妮卡，你不是叫我掠去关？你哪在遮？啊，感谢你的未婚夫啊！查理，查理，你做什么代志啊？伊伫要找出你阿姊，所以他要安排保外就医，啊，我趁这个机会去找杜承恩，探听你阿姊的下落。我唔知会当伫个遮拄着你。查理这个插头，看在伊安尼做，是咧帮助你逃走。你妈咧骂你阿妈打，安尼我嘛唔甘呢。查理就是伤过爱你啊，所以为着你，伊甚物戆代志拢愿意做。伊知伊一定要找到柯小姐，才当化解你对我的恩怨，安尼伊才当安心跟你结婚呐。你莫迷茫啊，我这些我冇可能原谅你。安娜，你无想要跟我做亲家是毋？安尼查理是会伤心的哦。可是我跟查理无法度继续做伙，嘛是你害的。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我靠家己厝内底啦，嘛无管家己小弟的立场。你做这么多恶毒的代志，伤害这么多人，就连今嘛，你拢要牺牲你家己小弟的幸福，你敢会感觉你一世人过了足搞笑的？佮真尔歹哦。啊，那是无他参详啊！你是乜落地个？去甲娘娘参详啊！好，你的态度我已经真了解啊。既然你这么坚持，我慢慢顾虑查理的感受啊。我就甲你当作是天公伯啊，唔甘我死，送好我一个大礼，好我有理智会当逃出去。阿莫妮卡，你较清醒一点嘛，好不好？你趁即摆回头啊，阁有机会。那是这边你又搁逃走，爽落来，不管是保外就医还是假释，你都无可能有机会。你甚至连讲都无当打出一脚步，我讲你真正想要替我关到老关到死哦！哼，我这个无用的地府啊，多谢你这么关心我。你唔过你讲的代志我拢真清楚，所以这是我最后一届逃走，我绝对无可能搁去让人去关啊！行，上！